Hello，Hello，hello， 各位观众，你哋好。咁我今日呢，咁就我哋一齐嚟试下用香港队，因为嚟紧世界杯嚟紧啦，仲有几日就开始世界杯开锣揭幕战。咁我哋香港队虽然今次喺现实中啦冇办法出线世界杯，咁我哋今次喺呢个 winning。即系 PES2018 入面啦，去模拟一下，睇下香港队可以喺呢个世界杯入面走到几远啦。咁首先啦，就因为点解会有咁嘅想法呢？系因为其实今年啦，同埋上年都有一班有心人啦，佢哋叫 VHK，WEHK，咁你都喺 Facebook 嗰度揾到佢哋。跟住就佢哋就拍咗，即系佢哋整咗一啲嘅。我哋叫 mod 啦，即係啲好似 patch 啊，咁就係可以俾用户啦 down 咗之後咧，咁就放喺只 game 度，咁就可以有一啲嘅港超球隊啦、港甲球隊啦，即係部分有港甲球隊，因為佢嗰個聯賽呢只遊戲入面聯賽需要20隊嘅，咁港超現實就係唔夠數啦，咁都揾咗幾隊甲組隊。同埋好似仲有隊愉丸都係有收錄喺呢個 patch 上面啦，仲有港隊。咁我哋今日就攞呢隊港隊去試下迎戰呢個世界盃。咁我哋就跟足現實嗰個分組嘅。咁我哋咧就將我哋西亞嘅朋友啦，沙地阿拉伯踢咗出去，係咁啊，香港隊就 in 係啊，香港隊取代咗沙地阿拉伯呢個位置。咁喺 A 組，咁同組會有烏拉圭啦，有埃及啦，同埋主辦國俄羅斯嘅。咁我哋今次就嚟試試佢啦。首先開波先啦，我哋係啦。咁烏拉圭咧對手方面咧，咁因為可能版權問題，對面嗰啲全部人都係假名，咁可能我哋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啦。後防有個87嘅，就應該係高甸啦。前鋒92數值，我諗應該係蘇亞雷斯啦，跟住其他都唔知啦。跟 住後備席見到有個87嘅前鋒，嗰個應該卡雲尼啊，可能呢、這個二叉八啊正選數值呢個可能係科蘭嚟嘅，我哋都唔知，可能真係科蘭倒戈對番傑茲嘅隊友會點樣呢？即係喺世界盃入面。會唔會有得踢呢？可能呢個真係科蘭嚟㗎，我哋都唔知。可能有78都好犀利啦。佢喺港超個 patch 嗰度啦，嗰啲數值都唔係好突出，好似60幾就連70都冇嘅。咁相反，我哋望一望主力香港隊啦。香港隊我哋今日有我就排咗呢個352啊。或者啊，唔係343或者523嘅一個陣式，咁最主要都係防守為主啦。咁我最主要都係 base on 翻佢整 patch 嘅VHK 嘅朋友整咗個陣容啦，再有我自己整咗少少嘅調動。咁比較驚喜嘅係寶蓮奴啊，寶蓮奴數值有64啊，都比較高。咁但係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啦。之後嗰幾場我就個人認為王威踢正前鋒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喺呢個陣型入面啦，王威都係比較突出。唯一可惜嘅點解唔知點解冇陳俊樂啊？中場如果有陳俊樂嘅話咧，個調兵遣將嗰方面會好啲。咁係咯，或者今場對烏拉圭都係要防守為主啊。其實場場都要防守為主啊。咁就所以打呢個陣容啦，咁就試一試。咁就望一望個球場咧係烏拉圭嘅，唔知咩球場，因為咧，因為整 PES2018 嗰位朋友咧，佢就將香港隊擺咗喺經典球隊，咁我就冇辦法，因為佢有個好似有個世界盃帽嘅，咁但係我冇辦法用嗰個世界盃帽啦，因為佢喺經典球會，我用唔到香港隊，我啱啱都試過。冇辦法啦，冇辦歡迎法，各位俄羅收斯睇，而等家两手，队咧就握咁啊，紧就手，一好样啦，快咧就开波噶啦。都我系一系吴家谦，个咁多位朋作友客大嘅家环好，境喺我身嗰度边嘅咧就系嘅。Key Man，喂 Key Man，我咁哋今今日集熟咯喎。咧又系喎，家熟谦见嘅，亲你咧都系就大赛嚟选择向嘅，上不过集每开次始见咧，你咧我又都好有已新经鲜感有嘅，唔广知东呢华场评波述嘅，由精有唔精彩 Key Man 同吴家喂，谦啱喺啱现转场，台过嚟睇我哋嘅观唔众，知嗱唔唔使系担升心咗啊，你哋冇升 miss 任何嘢，我哋啱啱先话开始啫。
波。咁佢同组最强嘅对手都系乌拉圭噶啦，咁但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慢发。嗱，个波唔离脚嘅。好，而家一个传球，有机会入波。哇，中尾啊呢啲，咁毒啊咁啊！佢仲好掂唔掂咧？哇，有啊！呢边王威入第一球。难度方面咧，又反击咪就应该咁啦，越简单越好，炒下高嘅啦，因为都比较呢场波有机会爆冷咧。足球吸引人咪就系呢样咯，哇！呢个波边度有人估到嘅？咁易俾你估到，就唔系波神啦。哇！呢个好开始啊，十分钟未传埋去中路，已经解除危机啦。进咗，哎呀，继续讲嘢，搞失咗球波。而家會點咧？後面單邊個會追到呢球波啊？始終數值都爭啲啲，真係夠曬力量啊！會咁易俾人搶走個波嘅，係時候傳啦喂！哇，對唔起，傳得靚啊！邊線哇，冇烏龍波啊！法圖斯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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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呢邊好靚啊！四號應該係咪兩個套啊？龙门啊，失咗呢个波都仲未知咩事啊！好彩佢嘅队友啲后防啊，反应够快嘅啫。汤直刺，哎呀，麦基都识汤直刺，其实真系好。王威，哇，可以去庆祝啦！又整多粒入波啊！梅开二度啊，王威啊！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噶，喺呢一度亦都波开有前场。啊，单对单对住龙门，最紧要就系冷静啦。龙门系想挡佢噶，挡唔到啊！成班人全啲见到乌拉圭嗰啲防守球员全部领先一比零，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不过嚟到二比零啦噃，咁就好稳阵。啱啊，我要赢先咩？试行压埋佢啦，揾到空位啦，睇下有冇机会先。麦基，哇，好跳得啊！哇，又直个球，完全唔收手啊！太易玩嘅，睇落咁容易嘅，对方连灯尾都望唔到啊！20分钟啊，已经领先到三球。但无论有几多人围住佢啊，佢都好似唔惊咁嘅。呢位仁兄好嘢啊，成只马骝咁嘅，你都捉佢唔住嘅，又俾佢甩到身啦。咁頭先係點啊？喺現實中麥基等到啲咁靚嘅波，三比零啦！呢場波越嚟越一面倒，越嚟越一面倒啦，係啦，咁啊拉貴要準備執定包袱走人嘅，大炒嘅。呢個位試下落腳，上街四強，冇錯。向右翼傳出，打直先嚟啦，出個靚波。起腳，哇！呢腳波真曳啊！呢個反擊夠曬速度啦，爭個入波就完美啊！我個波有鬼影喎，要反擊！哇！呢球波係右腳右腳射都唔入，見到咧，其實好冇人咧，正常打名，始終冇拉神先咧。如果有拉神，會唔會？就做得更加好啲啦！呢球波過唔到啦！一季 PES2018 更加冇咗歐聯嘅拉神，俾埋呢個 EA FIFA 一球，過埋過嚟睇下喂！落後啦，可能埋門嗰下啦！哇，咁都得啊！哇，龍門口呢個波都唔入，我係咪眼花啊？係啊，眼花，就始終實力所限，六十幾啦，數值平均都係得。一定冇嚟嗰啲咁樣咁快啊，咁敏捷。法圖斯頂個波，個波傳向左翼，會靚開界外球。法圖斯身形佔優啊，個波甩咗出嚟，最緊個波，好位好長，準備要射啦。射同救都系一流嘅，起到脚射门都系好事嚟嘅。不过呢啲射波就龙门一啲都唔好，算系强队啦，应该。个波传向左翼，我哋又收到卡林啦，唔好留啦。
傳翻去轉頭，唔使啊！維餐士啊，一個人犯錯係難免嘅。啊，走位啊，靚啦！最後一步啊，竟然入世界盃最大嘅個月最懸殊嘅比數係幾多？近年應該係7-1嘅巴西隊。哇！跑得真係快啊！個波飛出嚟。上一屆啫嘛，嗰場啫呢個仲。但係直接長傳，有機會突破。哇！想夾硬過人。冇人啊，但係冇夾硬過。好腳法喎、啊！呢、這個直線埋門。有啊，黃威係咪出啊？冇字。又整多球，完全唔收手啊！哦。隊友啊，已經啊，值得欣賞咧，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啊，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曬啦，拉貴嘅時。第三個入波，今場波個最佳球員都怕正佢啦啩？真係冇人 mark 到佢咁喎，每次佢攞到個波咧，都好似可以入波咁嘅。係啊，真係喎，呢場波咧，每次攞波基本上都可以入波。俾啲壓力佢，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哎呀，呢球後生高張有啲大，兩邊都追住個波啊！多謝你嘅意見，唔得嘅，繼續兩邊追住個波啊！唔追住個波，追住個球就啦。有機會射啊！嚟、哦、啦！入波好似食生菜咁，又入啊！四球，邊度估到佢哋會領先咁多噶？不過佢哋真係冇得彈啊，射親都入。士氣波啊！真係第四球啦，今場波佢一個人搞掂啊！咩人球隊啊？黃威 FC 啊！仲繼續推緊啊！到底會點呢？呢個睇嚟就犯規啦，球證判罰球啊！我冇睇到，睇嚟都要俾牌㗎啦！啊，係啦，冇錯，球員們啊繼續抗議。都係嘥氣啦！我不同攞咗，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完全冇影響。球證吹雞咁啊，話上半場完咯噃，睇完45分鐘啦，有咩睇法先？嗱，頭45分鐘佢哋睇得真係幾好噶，不過要小心喎，因為對手下半場一定會反撲噶。都平分收息啦，算。但係射門方面，9射5中啊，烏拉圭嗰邊咧2射2中，而平輝救曬兩球波。咁就全球成功率，我哋都係優勝啲嘅。咁58球全波交中50球，對面54中46。咁就嗰啲防守數據係完勝㗎啦。你睇下攔截7-4，鏟波5-0啊，撲救1-0。咁就繼續碌波。換換人啊！比賽繼續，我換個21號，唔知乜水，咁又換科蘭啦，21號，接咗啲球波，解除咗個威脅啦。咁點解呢個科蘭嘅香港選手啊？香港選手犯規喎，啊係啦，球證吹咗啦，真係冇辦法，冇冇意球嘅聯賽，就係、是、美斯一樣。講超嘅咪就係自己嘅，撞一球啦咁就俾埋落去。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呢球點咧？哇！呢球波靚啊！出聲！呢場已經唔叫得做比賽啦，簡直係大屠殺！大屠殺！睇嚟入波應該陸續有嚟喎。呢球仲有第一控啊！佢到底仲想入幾多球啊？嗰個防守球員實在～知做緊乜？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烏拉圭立翻個波啊！再嚟多次。哇！呢邊跌牙要守住啦，真係太易玩啦！睇嚟佢就唔會咁容易認輸嘅。睇下佢一陣會唔會再試多次？場場大炒都冇用嘅。對手嘅氣氛，試下呃埋去啦！嗱聲俾咗咩德國包細啊！好，而家一個傳球，射佢啦！呢球點咧？又一粒，可以話係落井下石啊！咁樣贏法，你都贏咁多啦！56分鐘，冇計啦！職業足球啊，梗係冇同情心噶嘛！世界盃神射手啊，
增加升億萬倍嘅。無威可能出界啊！無威出局，去皇馬取代 C 羅，勁得滯。出年呢咩嘢將會嗰個數值提高到90%，完全唔需要擔心。即刻做封面球，分去右翼度，呢、這個直線靚啊！傳去遠處，哎呀，有冇啊？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個波飛咗出嚟，邊個會追到先？呢腳直線起到腳啦，哦，入得好靚啊！完全肯收手嘅，喂，有時做人嘅嘢俾個位人哋落台啊得㗎，贏咁多停啦好唔好啊？唔停啊，對面有機會拉開嘅比數啊，梗係要繼續把握啦。啱啊 ，key man 係句句都係好合理嘅，即係點解添呢啲五仔唔支持香港炒到點啊？真係唔得㗎。烏拉圭真係要有個球員好好地 hold 住個波至得啦。hold 住咁耐，但系完全冇结果嘅，反击啦！但系你要轻松防守，轻松。好，而家一个传球，喂，有机会啊，有得好啊！嗱，虽然呢个波唔入咋，不过反击咧好明显系佢哋呢队波嘅杀手锏。场边啊有动静喎，系啦，准备换人啦。呢个时候换佢咧，我谂佢都唔系几舒服噶啦。坐地，不过咧冇办法啦，系时候要做啲改变啦。徐德瑞踢右边嘅，我踢左边嘅好啲，系两边都系咪好啲？冇乜分别。我咁样 keep 住好啲，可能要罗伯图有气啲啦，可能林嘉伟入嚟啦，加强嘅创造力数咗几粒啦。出個靚波，有冇入咧球啊？林嘉偉出波，哎呀，好似直接長傳，發速跑啊，發速，係中超嘅隊長，試下呃埋去啦，有空位俾佢啦。睇你呢下啦，哎，最後一關過唔到，話佢一啲都唔猶豫，喺中間咧咁樣扭過對手，可惜仲有一腳咧就爭啲。一控波，哇！人哋驚啊，驚到咧，好似跑唔喐，仲唔係神射手？烏拉圭最後一個換人名額咯喎，揾下辦法睇下可唔可以多少少火花啦。王威一場都平，哇！爭啲嚟個倒掛，王威心紅啊呢啲。出界界外球啊！黐咗線啊！佢真係黐咗線。我話點都唔會換王威嘅。威仔，俾咗個籠喎。打靚啦！佢哋嘅防守係真係，我覺得佢自私咗啲咯。明明旁邊仲有咁多隊友。向住側面傳出，係有射啦！反應好快啊！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需要犯規，好似球證判罰球嚇？依家判罰球咩事啊？我踢到，咁啊插手。呢個蘇亞雷斯啊，應該係得唔得先？龍門全力以赴，咁遠距離嘅射門入就好敏㗎啦，可能賺啲統計數字啦。呢邊其實爭啲搶到嘅，好緊要，好緊要，射得入，更加嚟嘅。換埋最後一個人啦，冇乜氣啊，見到陳王威呢個人。艾力士入嚟啦，係咪？加多啲跑動，王威已經係追平單場入球，唔係追平超過入球，呢成為世界盃史上單場入得最多波嘅，真係第一屆唔係第一次踢世界盃，咁樣
之後再睇佢點算，係咯，跟住直接球證吹雞，宣布扳個哇場面嘅火藥味都幾濃下喎，球證啊嘗試控制場面。呢、這個foul波咧，即係如果萬一要攞牌都冇計噶啦，因為如果你俾人長區直進咧，就仲危險。跟住之後宣布，直接宣布十秒，跟住攞判官。龍門啊，睇到實一實，唔使報，唔使報。喺邊？艾治，艾治著七號波衫。向側翼傳球，你翻麥基得唔得？唔夠位，顏色快速進攻啊！我呢邊發叔嗰條氣咧短到咧，哇！你睇冇噶啦就嚟。哇！呢啲就叫 power 啦，球迷都真係睇到滿啦，淨係為控而控，邊有意思嘅啫？呢個突破靚啊！仲未完添，真係冇用。呢球波控得好啊，不過俾後防搶翻。都冇乜腦啦，我知。個波向前傳，截咗啲時間夠，可以話係非常完美嘅開始啊！第一日就贏波，打好基礎啊！喂 ，Keyman， 你對今日場波有咩睇法啊？一嚟第一場分組賽就攞到三分咧，咁啊可以話達成任務噶啦。咁之後咧就唔使諗咁多啦，每場都贏嘅話，咁啊就可以出線啦。係啊，冇錯 ，Keyman 真係講得好，金石良言啊！咁啊，望一望其他嘅比數啦，同組俄羅斯對埃及0-0，其他就自己睇啦，係啊，冇乜特別。冇乜特別啊！巴西輸波，巴西輸兩球，英格蘭贏1-0，比利時0-0，日本2-0贏塞內加爾，都冇乜太大特別啦。望一望積分榜，巴西榜尾啊，暫時贏一場跌爆眼鏡，日本啊都係榜首，咁就。嗱聲較高啲個難度啦，睇嚟要係啦，咁啊正式開股啦，個難度咧係咩咧？係業餘啊，係第二難嘅，唔係係第二淺，第二易，今次較標準啦，較標準啦。如果教呢啲咧，我諗真係踢唔到啊，之後可能嚟個寫實版啦，真係。嚟個超級球星版啦，睇下每一場輸幾多球，或者頂尖球員啦，唔使咁搶。咁啊，嚟個標準先啦，依家。咁啊 ，save 唔 save 咧？唔好 save 住啦，都唔會死機啊。咁啊，嚟緊香港會對埃及 ，stay tuned。對面沙拉，喺呢個就真名啦。見到有十號穆罕默德沙拉。艾蘭尼、穆罕默德、艾蘭尼、艾默德希加斯呢啲都係熟悉嘅人名。咁今場對非洲嘅勁旅，哇！爾蓬輝撲到個狀態跌喎，成條後防都跌喎。但係王威入完六球之後個狀態都係咁樣，唔知點算？哎，撳錯掣，換咗邊個？習霆鋒入嚟。王子豪啦，我嚟試下啦。王子豪試下踢正選，跟住羅伯圖可能都揾咗替補咯。哇！但係冇乜人揀嘅啫。劉學明、林家偉、徐德瑞，試下就林家偉啦，又係林家偉正選，就咁先啦。都係一個滿意嘅。陣容嚟，然之後係咪咧？都冇乜特別啊！就保連奴啦，保連奴試一踢後備啦，上陣亞歷斯都冇乜表現。咁就球場方面咧，哇正！香港大球場啊，非常正，草皮長度不嬲都係長定短嘅，應該我都冇乜點比較，短啦、啊，成日篤啊，濕。濕啦，梗係夜間啦，
因為冇辦法啊，冇得教咧喺俄羅斯嗰度踢。我都想場場喺俄羅斯嘅是但一個球場度踢。我咪飲啖水先。大家好，就嚟開波啦嚇！兩隊而家咧就先禮後兵握個手先。我是伍家謙，咁啊先同大家介紹一下我今日嘅拍檔，就是大家都好熟悉嘅 Key Man 啦。喂 ，Key Man， 準備好未啊？準備好曬啦，家謙。哇，淨係因為今日要睇呢場波咧，尋晚我爭啲瞓唔著啊。Winning 嗰樣嘢好啊，我中意嘅呢個球員通道。咁你見到咧，呢個係香港大球場，咁都有，因為真係唔係香港大球場啦。咁其實都幾分相似嘅，個看台都係兩層式啦。上面就哇坐爆曬世界盃嘅，真係世界盃咁啊！都係好似見到有包箱，啱啱收到兩隊嘅陣容啦，幾貼近啊！陣容方面睇啦，啱啱睇咗係冇樣嘅，全部都所以彭輝嗰啲應該係要有樣啦，因為佢始終都球證吹雞開波，今集係因為有東方龍獅去玩，因為官方唔使裝任何 patch， 因為官方已經 include 咗。因為他買了亞冠的版權，所有球員都會有贏的東方拿到個球還怎樣呢？這個在哪邊坐特已經一開球已經有機會，可惜差一點點他都不滿，無可麥德不知什麼就不收麥基，麥基咦防線有個漏洞喔、哎、講得好旁正舉旗、哎、不是說要看一看慢鏡先啊，哎呀，爭一個身位，扭唔切出嚟啊！啱啱俾佢箍笠咗個波，嗱唔好理啦，逼佢啦，王威非常 fit 啊！守門員大腳斬出去，呢場就我諗睇實噶，沙拉都出咗界啊！始終都係超級球星啊，係有啲棘手噶。不過上場對蘇亞雷斯都圓風，今場對沙拉應該都冇乜問題，不過係驚唔夠快嘅。揾到空位啦，睇下有冇機會先。試下出個靚波嚟，個波甩咗出嚟，一個橫傳，好嘢啊！啱先話失足，係咪要起腳咧？有、哎、射中人，啱啱高出射波嘅係王威，換翻呢個眼鏡，麥基撩埋嚟呢邊。插水的球術失敗，麥基就攞到波即刻交俾王威，諗住射近處，省到高出。咁就哇，對面全球成功率100%，梁振邦去開呢個罰球，個球真係咁踢落去啦，可惜啊！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哇！嚇呢個 Coca 呢、這個呢、這個位試下落腳，呢下睇嚟似犯規，係啦，冇錯啦，長截吹雞啦，踢到佢啊！我都好中意用長截，但係呢只呢名人，因為佢個數值雖然唔係好標青啦，但係實際用落非常平均，係爭啲身高嘅。不過都邊個會追到呢球波啊？拉門呢邊入咗波，非常可惜，係沙拉。今場波第一球。L 無可麥迪啊！頭先個比波如果遲少少咧，就會越位噶啦。而家就啱啱好 timing。以前祖雲達斯個查斯古達，冇埃及。埃及先拔頭籌，呢個入波俾到大家好大嘅動力啊！不過睇教練個款咧，應該係想再入得幾球嘅。埋去射佢！哎呀，中間執唔到雞，麥基射門。中間王威係冇反，哇！見到轉咗一個難度，其實真係難咗好多。我之前都試過一場超級球星，真係呢個直線靚啊！機會嚟啦，拉弓！哎呀！哎呀！功虧一篑啊！唉，真係非常係啦，都唔係第一次同 keeper 温按温嘅啦，呢下曬料係啦，温按温。你對手拉住，啱啱好喺個遠處邊邊嗰度插，可惜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射門方面，我哋香港隊四射兩中，然後埃及隊嗰邊咧就係、是、一射一中，哎呀咁錯！界外球，
早咗近啊，跟住踢過，可惜而家射多。向側翼傳球，擋了這球球，直接長傳急攻，一向都是香港隊典型的踢法。哎呀，防守反擊，長傳急攻，踢法陳舊，現代的足球，整體戰入手，高空傳球，傳了過去，空曬，得唔得先？會搞掂，哇！這個射門真的冇得頂啊！呢一球波完全冇可以挑剔嘅地方啊！艾迪巴入波，呢队波最唔中意就系俾人睇死啊！你睇下佢哋，哇，几有斗心啊！哇，呢球，但系佢做咗少假动作噶，扮咧系劲射噶，结果咧就系一下轻轻凹死。我知你点讲，真系有金伤，好耐声啊！呢球波嘅形势真系不停咁变紧啊！呢球波啊，真系好有团队精神啊，令到成场波越嚟越有睇头。艾木罕默迪揾紧目标，哎，而家可以反击啦！个边线嘅长传，哇，揾唔揾到机会起脚咧？喂，射佢啦！守门员表现好好啊！呢个波简直即唔系讲技术去点救啊，完全系讲本能反应嘅啫。同一次望镜，又系同一招黄威斩高波俾助力，助力射散翻，应该散咗呢落嘅助力嘅问题。好可惜，如果撞翻入个龙门就已经搞掂啦呢下。林家伟争顶劲唔顶赢，埃及仔都几厉害。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出唔出到有机会入波、哎？又系同一个结果，争少少谂住攞个脚面，应该系应该左脚诶面弹过嚟失败。呢球杀得好靓啊！直线黄威亦都做晒佢要做嘅嘢，就系争送个波入去个网个。肌肉嘅啫，得佢噶啦，睇嚟要，哎呀，靓嘅，佢都唔系有机会反击啦，系绝对有优势嘅呢场波。讲完，山娜都未讲完啊，趁命抢翻。艾利尼、艾穆罕默迪、艾利尼，呢个沙拉嚟噶，唔系啊，艾兰尼嚟嘅。哎呀，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带到个波上去啦，有冇机会咧？试下握埋去啦，睇你呢下啦，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啊，走位啊靓啦，最后一步啊竟然唔入。睇翻望镜，黄威谂住向后，直接督俾麦基，麦基即刻控一脚撞翻俾佢，啱啱好第一时间射命，仲边哆。咁球率方面四成八香港队，埃及五成二，都系差唔多其实，因为都好多时间控球在脚啊，对住埃及今场。哎呀，控咗成二上去，换翻翻去。呢球点咧？争咗啲，个波攞得咁靓嚟计咧，梗系以为佢最后嗰脚会射得好靓啦。但系点知唔系？系咯，封唔晒。好彩对方都射入，系都冇封到，但系都用左下路线。咁啊，处理好咧，全部都矮仔咁斩落中场波啦。好唔系喎，都去到呢个龙直头送个大礼俾对手啊！中场线啊，咁鬼好波嘅。平时都冇斩得咁大力，平时最大力都系斩呢啲位嘅。哇！呢啲就叫 power 啦，唔够真实啊！王家卫已经系要带氧气筒啦，冇乜气噶啦，去到四十六分钟，但系佢半场咧，佢嘅体力回复咧，呢只球都几快嘅，佢回复得好快，最后一分钟。球正吹鸡，上半场够钟啦。呢场波都好睇，两个入球啊！两队各一个，冇一队可以攞到优势嘅。佢哋都应该几满意呢个比数嘅，希望下半场咧可以仲精彩过上半场啦。
半场完，而家两队啊踢成一比一啦。哇，下半场啦，唞咗三秒，饮啖水又开始啦。仲剩低45分钟，过埋呢九个字，比赛就有结果啦。相信他自己都明白了，下次要比好啲先得。嗱，佢走位走得很好啊，不過我想他對於隊友比波嗰下就不係好滿意咯。嗯，艾莫可麥迪，查斯古特，可麥迪嚟啦，望喺入邊，右邊啊！有队友等紧接应啊！死啦！呢、這个好高啊，中锋。呢个波传到出去咧，艾穆罕默迪准备要起脚啊！哇！呢球波靓啊！又唔系沙拿。哎，攞到领先嘅一球。呢球波射得靓咧，就系咁控落嚟咧，好似已经完全知道晒，应该会点做噶啦。呢球彭费飞到尽啊，都碰唔到啦。埃及在这一场比赛领先的艾莫罕默迪，哎，好乱啊！我都唔好熟咁埃及呢个动作，总之系俾对面入咗球啦。我哋香港队都要加把劲啦。如果赢埋呢场或者和咗呢场出线，嗰个情况都好乐观嘅。我较大咗，较高咗一个难度之后，真系非常难踢啦。如果佢有得好似 FIFA 咁，可能。做啲少少執啦，即係執一執佢，因為佢 setting 非常有機會突破嗰啲自己。好，而家一個傳球，我 base 唔知點。哎呀，個波出咗界，龍門球。嚇、啊，竟然係龍門球唔係角球。控球率跌咗啦，42-58。果然香港隊體能都開始好。巧妙的传球啊！边度考啊？睇过啊！梁振邦分过嚟助敌，一个假嘅先。哎呀，咁都唔犯规，唔俾翻我。非常时候，梗系有非常手段啦。睇嚟差唔多要揿掣噶啦。我哋嘅隊呢個時候仲講咩陣式啊、戰術啊，去啦！係，我覺得成隻一定係要咁攻噶啦，最啱就係呢一個。講咩戰術啦、啊，撲曬上去啦、啊，然之後輸多粒。麥基逼佢啊，好嘛？艾利尼，我分過嚟。呢個係角球啊！角球。七十分幾啦，就冇人啦。守門員單錘打出，哎呀，黃米呢次進攻咧，俾人阻截咗啦。冇乜建樹，向住側翼傳出，個直線嚟啦，好拉開咗個空間啦，擰埋去。最後啊，頂得麻麻地啦！頂咧，佢就頂呱呱啦，頂贏曬，不過唔中籠啦。林家偉都冇乜噶啦，但係都依然係綠色。哎呀，冇氣！呢個時候咧，唔可以咁保守噶啦，係時候咧，擁多啲人去前邊攻啦。喺 K on 嚟嘅人係犯規，仲繼續推緊啊！到底會點咧？成队波都好有信心噶，有大把体力。不过呢个波咧控唔住咧，争啲有危机啊！哎呀，呢啲五节化混乱，哇！前面三只已经系喷死啊！山啊，都唔系成队都喷死啦。真係好難踢，如果冇氣的話，會唔會嚟換人啊？嗱聲鏟跌佢先。身形佔優啊！呢下唔得啦，送個罰球俾人。先、嗯，
下啲氣量，哇！真係恐怖啊，以恐怖嘅形容。徐德瑞啊，要出噶啦，保連奴都要出噶，福保羅啊，跟住可能換只中場啦，或者係麥基都啦，直接換曬前面三隻，一至個唔好煩啦，唔有份，撲曬上去啦，埋門嗰下啦。喂，把握机会啊！哇，呢边呢球入埋就赢紧啦，真系好似死过翻生咁啊！不过睇佢哋个样咧，好似仲未惊完啊！好练哦！喂，点解唔攞啊？徐德瑞系咪内奸啊？嗱，喺呢个时候咧，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后卫都要冒险啦。踢到啊！要，唉，可惜爭啲綠水。林嘉偉，林嘉偉踢九十分鐘真係好難得，但係冇計，前面三隻更加需要換。浪高個波，傳得靚啊！有機會，完全冇法子能夠預計嘅。俾啲壓力佢，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看看他们想到解決方法了，時間就剩下很少而已。徐德瑞跑過去，這邊準備拿球，打底先，哦，真的心裡輸了，哦，非常可惜。好，比賽到此為止，很精彩的比賽啊，兩隊只是相差一球而已。Kimman 點睇先？嗱，呢場波比想象中接近好多啦。事前睇嚟係以為表演賽咁嘅啫，但係結果咧就比預計好睇好多喎。然後休息一分鐘先，飲啖水。咁啊，望一望同組形勢啦。烏拉圭4-0大炒俄羅斯。咁根據以前高登啦，同一連登嗰啲波台嘅計法咧，咁香港咧應該會炒俄羅斯12-0嘅。仲有一場係非常樂觀嘅。咁啊，葡萄牙對西班牙呢場大戰，西班牙贏1-0，其他就自己睇啦，唉，冇乜特別。巴西主要贏波啦。德國都贏波，英格蘭4-0輸俾特尼西亞，唔係話，唔係話，比利時4-2贏巴拿馬，日本咧都輸0-1俾哥倫比亞，咁啊，哇，嗰啲好混亂喎，啲形勢。埃及喺 A 組暫時4-0先，香港隊咧得失球贏曬嘅，得9失2，得失球差7。贏烏拉圭-4是非常之多，咁出線嘅形勢都好樂觀。最後一場香港隊對俄羅斯，烏拉圭對榜首埃及，咁都樂觀嘅。對香港隊出線，咁啊第二組 B 組啦，就係西班牙、葡萄牙得1分啫，伊朗就0分，法國、丹麥啦、阿根廷、克羅地亞。巴西仲係第3，都有機會出線嘅。跟住德國啦、瑞典、英格蘭就暫時得3分，特尼西亞榜首啊，竟然喺呢組4分啊，1勝1和，得失球差係正4啊，冇失過波噶，真係好癲啊！咁就日本都有機會出線啦，係啦，咁就睇埋啦，最後一輪。原本諗住睇好最後做賽內加爾，因為都幾多球星，估唔到暫時0分都出線無望噶啦。咁啊，最後一場比賽香港對俄羅斯主辦國，但係好似唔係啊。咁對手係咪真名嚟假名嚟噶？我都唔知道，唔係好熟俄羅斯，好似係假名喎。正常應該全部都係夫字尾啊嗰啲噶嘛。都冇所謂啦，都係咁樣踢嘅啫，數值都係一樣嘅。
咁啊，法圖斯數值唔係個狀態跌啊，咁可能出羅素試下啦。因為咁呢只 game 咧個狀態真係好影響個現實個表現啊。由以前都知啊，由以前開始，咁可能今次寶蓮奴踢閘都可以喎，其實試試佢啦。反正最後一場加強功力啦，最好都係要贏。王威定亞歷士好咧，都係王威好啲。咁就王振鵬升，但係葉鴻輝嘅垂直升上啦，所以都一定葉鴻輝定選啦。補多隻，跟住補隻中堅，冇中堅唯一發叔嘅柳學明，再揾翻發叔啦。試試佢啦，對手咧就唔係好強嘅啫，我覺得其實差唔多。落雨草皮短，係冇所謂啦。望多次對面嗰個陣容先，一個有81嘅中場，應該係唔知咧，唔知邊個。跟住仲有79嘅中場，其實成隊平均佢哋嘅數值大概76-7度啦，76-77度啦。龍門都幾強，我哋就平均大概60左右，咁踢落一定輸蝕㗎，睇下可唔可以攞到一分啦。其實攞到一分都應該穩陣㗎啦，我諗希望啦。暫時我哋三分，烏拉圭都係三分，埃及就四分，新西球三我哋贏曬嘅。世界各地嘅觀眾大家好啊，就嚟開波啦，球員好快都出場㗎啦。我是伍家謙，大家好啊！今天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拍档就是 Keyman 啦。喂，家謙，你预备好未先？我哋今天应该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咧，系会上演的。开波！前面后面罗不图。落高个波，个直线嚟啦，可惜。稍等先，技術問題，而家會點咧？打聲上噶啦，要。哎，而家可以反擊啦！好，點解變咗？咁樣三個人再加交叉嚟變咗 fix 鎖，陣型佔優啊！真係有啲尷尬。又試下轉個邊。哇！啊，幾有心思喎，不過實行唔到都冇用啦，反擊啦，輕輕撩高個波，立到你有冇入啊？入咗網啊！呢個波入咗啦 ，Kerensky 啊，基倫。嗱，反擊咪就應該咁啦，越簡單越好，眨下眼搞掂。咁好惡搞喎！俄羅斯個頭開得幾順啊嚇，問題就係 keep 唔 keep 到啫。俄羅斯突然之間咁勁啊，唔知點解。撞命波，下底向右翼傳出，傳波，哎呀，前邊係直接長傳，係突破嘅好機會嚟㗎，真係夠曬力量啊！會咁易俾人搶走個波嘅，點解無啦啦瞓低啊？係咪唔識踢落雨天啊？全部香港都咁濕，向前傳點點啦，俾人捉到越位啦！呢個波有排拗啦，球證就話越位。非常幸好，竟然是越位。向边线传，横传揿出嚟，有冇啊？哇，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解到围就好啦。战斗民族啦，呢个咁都得啊，咁样顶出嚟。哎呀，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
哇！真係冇球飆到，成份俾人撞開咗，試下壓埋去啦，記埋射佢，入咗。非常冷靜，係嗱，而家呢場波嘅氣氛就好好多啦。下個入球係邊隊啦？成日話咩快刀斬亂麻，呢一下真係眨下眼就完咗啦。啱啱呢下咧，真係反手圍攻嘅完美表現啊！三個字，快、狠、準啊！射翻個錯邊。呢場波嘅形勢真係不停咁變緊啊！對手領先一球之後就好似散曬咁，仲幫佢哋一個忙添。又要開始逼㗎啦，一逼就亂㗎啦！呢隊俄羅斯，俄羅斯今年貴啦，世界盃高空傳球睇好，因為始終喂把握機會啊！呢球波撲得好，呢個龍門抵加人工俾佢啦。始終都唔係有啲咩大熱啊，或者好比較有名啲嘅球星啦、啊，相比之前都可能有幾個中賽前啊。高應該是高高遠跳高一跳高高遠不知道他有沒有後悔了應該前面就少了一個非常的干擾中鋒前場球員真的影響都挺大我覺得所以都同組就烏拉圭和埃及啦埃及如果沙拉可以講得切傷愈復出啦咁就都係一件喜訊，咁對佢哋出線都嗰個希望都大好多。咁依家喺呢只 game 入面啦，我哋喺 A 組呢度啦，咁暫時都下低群嘅暫時，希望可以榜首出線啦。埃及失分啦，得好，我哋就贏呢場波。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全个波入嚟，哇！好彩，波出界啦！边一个 L 一三角咁越掉落去，我放个短嘅，慢慢做上去啦。罗素、佐迪，下面保连奴走紧啦，俾中间先，哇！得唔得先？食唔應啊！防守嗰邊鬆口氣啦。唔係話咁都射失，俾你落去啊，俾我落去啊，都入啦。五加千整啊，一個。千零都可能射得入，但我深信五加千零啦。你講嘅叻，冇辦法。王威呢球錯失咗一個大好良機，中間我睇到有。而家一個傳球。有冇越位啊？向前場嘅傳出，快速進攻啊！俾啲壓力佢，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上面先，高榮智，好少聽啊！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入唔入咧？哎呀，夠得好啊！個波會去邊咧？解圍做得唔錯。夠啊，竟然！隊喺呢個情況底下，可唔可以成為唯一隊出線嘅亞洲球隊咧？照計依家呢個直線靚啊，都冇乜邊隊啊？有冇啊？鏟佢要俾球證捉到罰球啊！鏟一鏟佢啦！球證啊，俾出黃牌佢。啲遊戲咧，我覺得亞洲球隊嘅時候真係有啲低級，即係好似日本隊即係。P.S. 季守門員大腳斬出去，本隊個數值都唔係話，即係佢可能做得比較真實啦。上個波傳向左翼，特別話標青啦，好多球員都係得一兩個係到八十啦，好似康奇神斯好似差唔多八十。哇！呢啲就叫 power 啦。啊，仲有啊，球證結束上半場啦，呢場波都好睇喎，兩個入球啊，兩隊各一個，我隊可以攞到優勢嘅。喂 ，Kimmy， 平下上半場嘅，嗱兩邊都有入波啦，所以輸贏咧都仲係好難講嘅。我希望兩隊咧下半場出翻嚟一樣係踢得咁積極嘅。半場完，而家兩隊啊踢成1-1啊！
嗱，啱啱去完洗手间嘅观众咧，我哋下半场啱啱先开波嘅啫。呢边佐迪会唔会攞到啊？接咗啲球波，解除咗个威胁啦。半场出翻嚟咧，活力又依旧噶啦，重新赢过咁啦，好似。队中间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前面得翻个手，准备要射啦！哎呀，早知射近处啦，射失咗啊，有多少可惜啊！早知射近处啦呢球，玩死啲防守咩？佢喺个防守中间揾到条线路入线，靓啊！啲可惜啊，咁要射入远处，仲要都唔系扑到啦！王威，世界杯神射手系唔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嘢噶，佢嘅把握力好强。试下压埋去啦，好，而家一个起脚，入啦！福应之啊，入咗啊呢个波，比赛形势又起变化啦，哎呀，靓波啊！啲球迷见到都值得欣赏咧，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抢个波咁简单，仲要系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红色衫噶，点会唔系着红色衫？之旗都几靓喎，红白直。紅白還間，我睇翻個重播啦，呢下應該係佐迪扭完俾王威，再劏個直線俾谷盈志入波。前面三個一個好靚嘅波。哇！反超前實在唔簡單喎，而家睇下佢哋嘅後防係咪同進攻一樣咁出色先？唔使啦，入多球咪得咯，使乜你個後防點咧？後防你守唔到啊！闪咗人王威嘅射门，俾啲压力佢，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系咁样嘅，攞不到。哎呀，呢边嘅传球嘅拦截咗啦，完全唔怕同人碰撞嘅。长杰又攞翻个波，谷永哲入波攻呢个直线靓啊，好机会啊！呢球真系可惜。呢种俾波啊，够晒效率啦吓。不過可以再做好啲，好似以前啲老師啊，見到即係啊，你呢個考試啊，99分已經好好啦。不過可以再做好啲。向外側傳入到嚟啦，喂射佢啦，入波啦，呢個波入咗啦。中間嘅中堅出現又平手，唔係親眼睇到我都唔信啊！喺正個龍門前面點射都入啦，係嘛？係個走位真係走得幾靚啊！令到隊友咧好易可以俾到波佢，亦都好易揾到空間去射波啦。唔到呢個對面嘅七號球嘅，對面都即刻應該係諗換個後衞喺中場度。呢場波真係夠曬刺激啊！哎呀，呢個入波嗰頭又俾人追平啦，又要重新嚟過咯。都有機會嘅，我哋寄望開球咧，身形佔優啊！開球去贏拉圭，或者和啦都分去右翼度。只要烏拉圭唔好贏就可以，咁啊鐵定出事。和應該都有機，就算烏拉圭贏都有機會出事，要睇翻個不過唔理啦，做好自己先。哎呀，嗰啲好可惜。個波傳向左翼。突破咗左路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好好利用呢次機會。我得到幾分？巧妙嘅傳球啊！冇越位，喂噶，冇啊！水泰冇咗住一住，咁呢邊嚟個反擊，劏個靚波，傳得好靚啊！同龍門單對單，射佢啦，搞掂入波，係攞到領先嘅一球，非常冷靜，個樣唔好似。因為一個打一個真係冇乜人贏到佢嘅，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谷明治，但嚟到龍門口呢啲埋門咧，就應該係咁噶啦。最緊要冷靜，跟住咪搞掂。中堅上大隻閘就巴爺，咁啊中間咧係非常之多搶事，可以直接拖。咁啊70多分鐘啦，換一換人先，望一望佐迪已經係斷咗氣噶，可能除咗瑞亞麥基，麥基啦，我中意麥基多啲。跟住王威踢多陣啦，可以。換翻個正中嘅人物啦，集定風入嚟，就咁。後備席啊，有動靜喎，睇嚟啊，換人啦。
機會 hat trick 啦，咁都唔係好難嘅。佢第一場入咗六球，截咗啲球波啦，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晒位，速度靓波，跳到尽顶呢一个波，中呢球入埋就赢梗啦，真系好似死过翻生咁啊！不过睇佢哋个样咧，好似仲未惊完啊！呢球居然接翻翻边，丹尼嘅速度一顶，龙门应该系扑到嘅，但系咧，球证判咗龙门球，长热争顶，顶得赢和佬，非常犀利，麦基可唔可以担翻位？俾落跌緊嘅丹尼，俾翻落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哎呀，麥基有啲動。啊，想入多一球波咧，係好事嚟嘅。不過萬一如果唔小心俾人攞到個波反擊咧，就危險啦。好事。咦，解除危機啦！哇、嗯，得啦，送個罰球俾人。入波嘅，要紅牌啊！看嚟都竟然是最後警告的啦，仲未俾牌嘅。佢可能都諗住咧要早啲入去更衣室沖涼噶啦，好在就口頭警告一。我唔識唇語啦，不過大概都睇得出係球證話咧就嗱嚟多次啊，嚟多次我趕你出場。但係其實我覺得冇乜特別啊，都隨便。咁我唔會望威啦，望威已經身去控制啦。再换多个人，呢、這个球员入到波，今场嘅任务都完美结束啦。啊，佢呢场波睇得好落力，睇到而家都应该系几攰噶啦，系时候换人啦。王威自转三百六，拍一拍手掌，同艾力斯揽一揽。如果艾力斯系守一个九八号，王威系守一个正啲 number 咯，系。守门员大脚斩出去。或者其實我冇 edit 啫，應該自己 edit 我自己心水嗰啲，好似冇得選擇。試下呃埋去啦，今次得唔得啊？哎呀，呢一球波要入噶，我要入噶，我知道。但係咧，隊空我哋始終啲 first touch 啊 finish 都唔係太高咧，所以真係要控一控先成。呢球太貪心啦，第一時間想射。時間都84分鐘啦，而家望下隔離嗰場嘅比數就好啦，因為 FIFA 係有嘅，但係英領好似冇。呢個攻勢冇乜效啊！開啦，有機會突破。起到腳啦！丹尼呢過程就唔錯啦，可惜個結果咧就唔多理想。有啲差。呢球波其實佢射得唔錯噶啦，下次啊！因為麥基扭過咗好多人，應該係用右腳射嘅，所以就變成啦。丹尼我有幾次係咁樣，即係唔俾個名字我都認得出係丹尼啦。我都要鼓勵或者好多謝啦，整呢個 patch 嘅好嘅路。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我呢個咁都唔有單刀。直接長傳，咦，防線有個漏洞喎、啊！哇，呢啲就叫 power 啦！好，而家一個傳球，頭槌頂埋去。開入艾力士，呢球波輸得㗎啦！唔中意艾力士，因為呢波真係打得太差。最後嘅雞聲響起，球隊又進級淘汰賽階段，球員們咧都好興奮啊！好，收復翻上場嘅失地，三戰兩勝，呢一場踢得好啊！三戰兩勝，比賽結束啦！喂，點睇先？佢哋今日咁搏咧，能夠終於進級啊，真係係抵賺嘅。而進級之後，當然有更大嘅任務等緊佢哋啦。都係比較高嘅，咁啊，防守數據就對面比較平均抽息啦，我叫平分抽息啊，平均抽息。搶到佢好接近啊！咁今場 MVP 一定係王威啦。咁高延智嘅表現都非常之好嘅，佢好似交出咗一個助攻啦，唔係兩個助攻啊，好似一個入波，
有冇出翻咁錯仔？咁啊，埃及就輸俾烏拉圭1-0，咁我哋都唔使理佢哋啦，晉級。同烏拉圭攜手晉級，我哋仲要係呢個榜首啊，非常之強勁。咁啊，望下其他組嘅形勢啦。葡萄牙出個兩分啫，得兩個和。西班牙全勝，三戰全勝，入六球失一零球，哇，非常之絕望啊！摩洛哥都出事嘅 B 組，咁我哋係應該對摩洛哥呵，係啦，摩洛哥都我諗都有得打下嘅，應該都可以入到八強。咁啊，丹麥。三名出線，跟住就係法國、阿根廷、冰島都出線，克羅地亞同利亞利亞呢組咧競爭幾大嘅。克羅地亞其實我覺得個班底都唔錯，但係都出局。利亞利亞都得兩分啦，未贏過波，咁就有啲可惜。話巴西反級翻上嚟啦，第一場輸波之後，你之後嗰兩場都入波，但係入得三球啫，三場。功力都有啲疲倦，咁塞爾維亞都攜手出線嘅，同巴西、德國、瑞典出線，德國三戰全勝，入十球得失一球。咁啊，韓國就零分，三名部隊包尾未入個波，失咗七球。瑞典咧就係、第二名出線嘅球隊，比利時、特里西亞攜手出線。兩隊都係七分，咁啊英格蘭就慘啦，贏得巴拿馬一場，然之後輸曬對比利時同特里西亞出局。咁啊波蘭同哥倫比亞最後呢一組出線啦，咁就日本就得三分，就贏塞內加爾嗰場。咁又嚟到淘汰賽階段，我哋應該係對摩洛哥啦，應該唔使抽籤嘛，我唔知 set 咗啲咩啦。唔係喎，對特尼西亞都冇問題啦，都係咁踢啫，仲易踢啲啦。我特尼西亞一個都唔識嘅，我係應該都係假名嚟嘅。話前線比較強啲就係隻左翼啦 ，Aris 前鋒啊 ，Nadir 咁大部分都係70度嘅啫，咁都唔係好舒適喎。咁望下人嘅狀態先啦，王振鵬、唐建文可能取代即斯利啦，踢呢場。跟住谷應之上場有好表現，可能會取代麥基啦，踢一場嘅。翟霆鋒可能試下啦，上去呢個後備。保連奴都係比艾力士好少少，我覺得。就咁啦，都唔會太大改變啦。球場方面依球都是啊呢、這個 Village Row 啊，咁啊當中立場啦，咁對面咧都係有件深紅色啊，都幾靚。目前係我哋主場，咁就嚟咯，開波。淘汰賽嘅階段啊，嚟到。16強第一場比賽對住非洲的特尼西亞，哇！呢個比賽好唔錯。大家好，就嚟開波啦嚇！咁兩隊而家咧就先禮後兵握個手先。大家好啊，我係佳謙。咁啊，今日好開心啊，可以同我身邊呢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朋友咧一齊去講呢一場波嘅。佢就係 Keyman 啦 ，Keyman 歡迎你。你好，佳謙。哇！我好開心啊，今日能夠嚟到睇呢一場咁精彩嘅比賽。開始，場波開始啦噃。唐建文加俾边佐迪，
分去右翼度，再迪尼亚，兰伯图斩咗两波，准备要射啦！咁啊，前面都唔错嘅，咁啊系最后一脚差咗啲啫。防守嗰班球员唔好发梦啦，喂，人哋已经喺中间系咁猜发，迟早输。哇，估唔到第一个埋门争啲就入波啊！可惜争少少。咁又唐建文吃身形占优啊！对住特尼西亚应该都舒适啊，啲身形方面。边个会追到呢球波啊？睇下斗志啊！呢场系十六强嘅比赛，个波飞咗出嚟，边个会追到先？抽到支好签，及时解围啊！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首名出线，压低呢个乌拉圭、埃及同埋俄罗斯出线嘅。阿图斯吊个两波先，吊高个波，哇咁假都有，会唔会有啊？交俾队友，其实唔准俾人，龙门嘅想俾上面嗰只谷形自我嚟嘅，但可惜个 lock 错咗，非常可惜。直接长传，对面又照板主，又系大脚执上嚟咯。呢边俾啲压力佢，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反击啦，向右翼传出，哇，再迪啊，空揾到空位啦，睇下有冇机会先，话个波唔离脚嘅，有出，跳高一撞，差咗些少，呢球波我谂佢平时练习入咗好耐噶啦，不过练习同真正比赛争好远嘅。开波到而家为止，边队有优势都好明显噶啦，睇下佢哋可唔可以保持落去啦。全球胜空率93%，香港咁就80%就系特尼西亚。呢个直线靓啊，个直线嚟啦，差一个仔啦，个波出咗界，六门球。唔系喎，系对面出界添，一直拉嚟，咁斩呢边啊，斩右路左迪嗰边。我唔会大力得滞，唔会踢翻上海斯顶波，但系点一顶中界嘅。特尼西亚 hold 个波都 hold 得几差下，系啊，我都讲香港队都 hold 得好嘅。阿非洲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争啲俾非洲龙门活收咗呢个波啦，带到个波上去啦，有冇机会呢？个波传向左翼，揾唔揾到机会起脚咧？传翻去转头，掂唔掂咧？两队要争呢球波啦。空晒已经成咁远，但系都俾人轻轻撩高个波，抢传急攻，叶鹏飞出去顶头解围成功，有冇机会打反击咧？唐建文直线判球啊！试下握埋去啦。跳起一顶，得咗，入咗啊！呢个波，好半场啊！你加个声，呢个头锤真系顶得好啊！嗱，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佢够晒果断啊！结果咧，对手唔够佢争。呢球两波，仲喺后面，跟住再分边路，边路一斩，哇，控晒咗，1-0。喺咁重要嘅比赛。第一个入波亦都特别重要嘅，第一球波重要性真系好高嘅，因为可以俾到对手一个下马威啊！同龙门单对单，今次得唔得啊？入咗，入波好似食生菜咁，有入啊！我谂错咁多，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系冇分别噶。嗱，呢班后卫咧，我谂真系一定俾个龙门闹餐死咯，佢哋完全都冇俾压力对手嘅。这个第二球咧，对两队感觉都争好远啊！落后嗰队惨啦，好大压力啊，要追多球啊！领先嗰队望住想入第三球，队前啊，好，而家一个传球，喂，机会嚟咯，传翻去转头，埋去射佢，埋射佢。截走个波啦！啊，呢边谷贤子交失波啊！
攻之，王威撞翻俾佢，但有啲誤會，冇事。又將個波踢翻埋去中路喎、啊，呢、這個直線靚啊！大腳解圍，冇嘢啊！啱先話失咗個波啫嘛，又即刻攞得翻。哇！呢、這個黑球，哇！跑得真係快啊！個波傳向左翼，哎呀，未入禁區係唔可以斬波啊！呢、這個反慣嘅 FIFA 諗住一啲 cross， 而且失敗。乜嘢都未處空曬嘅，其實呢場呢球波，撩高個波，起到腳啦！哇，入啦！咁準啊！呢個波入咗啦！打到真係夠曬籃直，攞得好準啊！呢個波正啊，夠簡單直接，總之有機會就起腳。黐線！唔緊要，點好重啊！呢場波真係越嚟越好睇啊！嗱，一個入波咧，對於比賽形勢啊，有好大嘅影響嘅。呢一球就係好例子啦。完全唔怕同人碰撞嘅，個波傳向左翼。恢复性快速进攻啊！分去右翼度，球证啊，吹翻之前嗰个犯规，一张黄牌。个球证都系似亚洲人嘅，个天帮自己人啊！比数二比一，哎哟，争啲，喂，点解咁样俾中间？最危險咧，我覺得真係呢啲有機會突破。好，我哋嚟到半場嘅休息時間。喂，上半場好睇喎，兩隊又加埋入咗三球，而家相差一球。又入到下一球啦。啊，啲 comment 先。聽完上半場咧，稍稍佔優啊，領先二比一。出去教細聲啲嗰個咩先？教細聲啲嗰個平實聲啊！我哋熄咗。好，我哋翻翻嚟再開波啦。熄咗佢，咩熄咗佢又唔知做咩？難得有廣東話平熟啦，咁計支持下。高空傳球，接準啲球波，解除咗個威脅啦。黃輝，慢慢做啊，完全唔需要急。这个进攻啊，走位靓，后防球员咧亦都守得好啊，受惠嘅咧就系观众啦，有好波睇。呢边唐志文拉住个石头仔，禁区里面有队友，哇，好跳得啊！方向啱啊！梅辉指手画脚，德尼西亚今次好彩啊，俾人咁样横传咧都唔使失波啊，下次再俾人咁大发咧，恐怕都系凶多吉少。好似天命调转咗嚟讲。特別聲啊，空多嗰時幾公民喎，我啱講睇下。因為仲有因為呢啲谷永哲啱唔走啊，佢頭先真係牙煙啊，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噶。谷永哲啊，呢啲開界外球。其實對特尼西亞都有一支好籤啊，因為好多喺右邊就立到個波啦，而家可以點做？強隊都喺第二名出線，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好似巴西都係幾隊強隊都係喺
哎呀，呢邊俾失咗啊，坐地有啲下碌，試下壓埋去啦，側極走位，冇舉旗喎。落高个波，起脚兜咗啲球啦，个波落正喺佢前面啦。呢球有弹力啊！呢个应该系系边个？徐云杰啊，徐云杰挡嘅呢球波非常靓，敏锐触角防止咗呢球，基本上必入球本身。依家都要換人，左定好似冇乜力噶。有機會射啊！食唔應啊！防守嗰邊鬆口氣啦。咁遠射埋去邊有威脅噶？喂，射門呢啲嘢，重質不重量噶喎。有葉鵬輝啊！可能換咗左定先啊！換麥基入嚟啦，跑下積極防守。後備席啊，有動靜喎，睇嚟啊，換人啦。他完成今場波的任務了，出場去到場邊的時候就很多觀眾為他拍手掌了。他這場波看得很落力，看到現在都應該是挺累的，是時候換人了。來來去都是那幾句話，找不到面人都知道。我都說平時真的其實比英語平常。到底誰個會拿到這個波呢？這球波過不到去了。這些真的很多餘。平常，但廣東話咧，即係聽到特尼西亞又立翻個波啦，多啲就好啦。即係佢有廣東話氣息嘅，守得好啊，完全閂曬道閘。好，而家一個傳球反擊啦，得翻一個，哇！想隔硬過人，射啦，入波啦，好穩陣，領先兩粒啦，鬆口氣啦。兩個麥基一入嚟就有建樹啦，你個反擊咪就應該咁啦，越簡單越好，眨下眼搞掂。教练向他投了信心一票啊！嗱，俾得佢上阵咧，就梗系想睇下佢入波啦。结果咧，佢又冇令到观众失望喎。通常咧，咪机一级啊！哇，比数已经拉开到两球啦，球场嘅气氛咦都变晒。啊，唔同踢法啦，三比一。守门员大脚斩出去。希望不要即刻失花，好事梁振邦盤球前進，哎，而家可以反擊啦，呢個直線靚啊，個波甩咗出嚟，呢個位試下落腳，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完全冇法子能夠預計嘅，試下壓埋起跳啦，睇嚟就似越位嘅，啊，係啦，冇錯啦。在這些環境這種球員你一個擋不到他，起碼要兩三個才可以阻止到他。王威休息一下，再換上徐德瑞或者翟霆鋒，翟霆鋒就行，翟霆鋒加重防守，不過15分鐘失兩球，再換多個人。要讚他的意志力應該挺好的，不過有心無力，教練換他下來都對的了。要等，等得到，等得到。哎呀，復出有啲假啊！我自己都識。呢個攔截真係靚啊！哇！又入一球啊！勝負已分啊！咁樣入都得，都第二。咁呢球唔好啦，得一得嘅龍運情況下，點知哇都唔錯，慘入咗，好多次眼鏡啦，原本咧好連埋呢球好鬼折，今日折得完全，我懷疑麥基埋緊人，最後慘落得咁靚，哇！真係世界一般最假入球啊，呢球係。王威都好耐冇入過波啦，可以。哇！呢啲就叫 power 啦，神隻手。啱睇下先出。防守嘅表現真係好啊！哇！呢邊唔係我哋自己獨有，
傳俾麥基嘅，係對手回傳，所以冇越位嘅呢球。但係可惜麥基冇乜反應。我裝越位陷阱，你要死啦！快速進攻啊！呢腳直線一下拉弓，守門員真係驚都唔使驚啦。咁唔入低㗎，咁唔入㗎。保利呢球開辟咗一條路俾阿比得好靚嘅。但是真的这个是人要换人啦，有球员等得出场。啊，不是很明白了，因为现在才换人。难道真的想着有奇迹吗？高的人都是射球。身形占优啊。都顶一些射先。向侧逆传波。都很难。瞄住个前场来斩啊，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真的够晒力量啊，不会咁易被人抢走个波嘅。多咗下，变咗送个格。系咪要起脚呢？比赛结束，完全冇得打，一面倒啊！呢场波 ，Kimman 俾翻两句评语啊！哇，呢队波都犀利，赢到开行咁样嚟晋级啊！我相信嚟紧呢个比赛里边咧，佢哋肯定系大热门嚟。大热门啊！听唔听到？香港队系大热门啊！世界杯，大家记住要睇啊！通常呢啲都唔使问啦，机。我被入太啦，干战影，哇，识细啲嗰个咩先？同埋第一轮淘汰赛赛讲做上场讲下啦。香港队4-1赢特尼西亚，波兰2-0赢乌拉圭，巴西1-0赢塞内加尔，阿根廷3-0赢咗摩洛哥，德国1-0赢咗瑞典，法国4-2赢咗丹麦。比利時4-2贏了哥倫比亞，冰島0-1輸了給西班牙，其實很多都很正路，即是那些比數，是，我覺得烏拉圭，烏拉圭對波蘭，波蘭可以贏到2-0，其實都又不是說很意外，但都是勢均力敵的，我覺得個人就本身看好烏拉圭多一點，可能被我8-0擊潰烏拉圭。腳軟，咁啊嚟啦，睇睇嗰個表啦，我哋就會對波蘭嘅，哇，好睇啦，咁都係一支好籤啦，都好過對嗰啲巴西、阿根廷啊。下線咧，即係左邊啦，左下角咧就係巴西、阿根廷，咁就仲有德國對法國、比利時對西班牙，哇，場場都精彩。好彩我哋抽到係對波蘭啫，咁嗰個都唔細啦，機會入息噶。咁我睇下資訊方面，賽事資訊入球排名睇下，哇！香港隊王威係第一位啊，入咗8球，應該係單季最高係咪梅拿？我唔記得啦，應該有個入咗10球。是高魯斯定梅拿，我唔好記得。跟住就麥基都入咗3球，佐迪都有3球，居然只入咗2球。咁啊，盧卡古嘅第二位啦，撳翻上先。盧卡古入咗6球，第二位。馬里奧高美斯5球。哦，基沙文4球，希古恩4球。跟住就已經到嗰啲麥基啊、佐迪嗰啲啦。所以真係非常之火熱嘅香港隊啊！助攻排名方面，佐迪4球助攻，同王威一樣都係4球，同艾力神一樣。哇！會唔會楊威海外啊？即刻即係有機會出國。跟住麥基都有2球嘅，另外梁振邦啊、高延智啊、丹尼嗰啲都有助攻。規定係咩嚟㗎？哦，原來咁。咁啊，繼續啦，踢對波蘭啊，睇埋球隊資訊啦。香港隊喺邊啊？香港隊，香港隊，香港隊喺度。原來我睇下波蘭嗰個排
陣容先。咁就真名嚟嘅對面，哇！其實個陣容都幾好話。我覺得最勁係個前線咧，利雲道夫斯基拍米力克雙塔，然之後又亦有個比拿斯啊，都有80嘅數值，可能中場中嘅比較弱啲啦。呢隊波蘭中堅都有 Glick 啦、基力克同埋 Piszczek， 唔知道中文係咩。跟住魯門就發俾安斯基，咁啊，哇，都其實都幾多球星。都惡啃嘅，不過八強我覺得比較容易踢啲啦。羅素可能代替長傑啦，因為佢狀態下降。跟住王威可能試下踢逆風啊，亞歷斯踢前面。跟住就都冇乜大特特別啦，可能俾黃子豪試下啦。跟住麥基接狀態跌。好，就咁樣啦。咁啊，兩隊都係哇 ，Nike 個設計都好似波蘭呢件衫，有啲似香港隊件作客啊嚇。咁一嚟到八強嘅比賽啦，咁望一望留言先。誒，兩個人睇緊。大家好，就嚟開波啦嚇！兩隊而家咧就先禮後兵握個手先。我係吳家軒，咁話報開新聞即係廣播啊錯過啊，咁所以揾個有經驗嘅朋友傍住我啊，佢就係 Keyman 啦。喂，家軒唔好咁講喎，真係，即係其實你淨係賣樣都已經得㗎啦。何況講你把聲仲咁好聽添，嚟啦睇波啦！比賽正式開始，試下握埋去啦，個直線嚟啦。起唔起有機會射啦！守門員救得靚啊！呢個龍門抵加人工俾佢啦。近門輸食，我哋用一腿去搶咗個波球，艾斯肯一後再用呢個右腳兜落去，俾發俾安斯基撳緊出。陳振波開腳球，哇！好跳得啊！好高好高。是有機會啊！係咁撳個掣啊！比賽啱啱開始，最後邊個贏啊，梗係唔知啦。不過睇嚟呢隊波嗰個前鋒線咧，要落多少少力先得喎。好緊落雨，個波比較絕。個波甩咗出嚟。球冇犯規，阿里斯多石機，因為冇受傷。企啱位，接得好好啊！阿里奧，王威。呢個直線會唔會？呢球波過唔到去啦！呢球真係反擊啦！明顯呢波難呢個球咁，截咗啲球波，解除咗個威脅啦！我覺得烏拉圭，即係烏拉圭佢哋喺烏拉圭，我覺得佢拉得強呢個。好，而家一個傳球，有機會。喂，把握機會啊！入咗網，呢個波入咗啦！咦，係一份慶祝嘅。值得欣賞咧，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喎！我原來要畫草，奇奇怪怪咁。我 set 大啲個聲先，一陣。喺咁重要嘅比賽，第一個入波亦都特別重要嘅。羅伯利雲道夫斯基，利雲道夫斯基呢一球啊，俾得麻麻地啫喎。嗱，呢個波俾得唔係好夠力啊，咁啊，所以對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係咪要起腳咧？搞掂，睇落咁容易嘅，對方連凳尾都望唔到啊！shut up， 香港隊係最強。反擊咪就應該咁咯，越簡單越好，眨下眼搞掂。
都冇乜激情嘅呢、這個兄弟，個波咧食生菜，我攞曬兩杯啫，卡個手指啊！發俾咗 NC 機啊！领先一比零，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不过嚟到二比零啦噃，咁就好稳阵。呢个直线靓啊，揾到空位啦，睇下有冇机会先。基力克传到前场啦。基力克啊！相信佢期待紧嘅唔系一个咁样嘅传球咯。过石机，即使你反咗王威，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我哋会唔会扭两扭？完全冇法子能够预计嘅，截走个波啦。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罗伯利云道夫斯基，利云道夫斯基整脚直，喂射佢啦！哎呀，冇咩输，入波，入波。差一球有好戏睇啦！佢直头好似同对手后卫玩游戏咁啦，啱啱好 timing 一突破，就咁打破咗呢个越位陷阱。追都追唔到，越辉都做咗，扑到个波。呢场波真系越嚟越好睇啊！我谂无论球队定系观众都觉得应该有机会追平嘅，呢个时候唔使惊。罗伯利云道夫斯基有机会反击啦，真系够晒力量啊！唔会咁易俾人抢走个波嘅。我谂佢拖得太慢啦，搞到对手都压晒埋嚟。如果佢早翻少少俾队友咧，就有机会。前出道咧，争好多。多石机向前传出，罗伯利云，罗伯利云道夫斯基，冇得弹啊！犀利啊！入咗啊！呢个波。佢頭髮咁金嘅咩？唔係黑色嘅咩？好難會睇喎。波蘭唔放過咧，對手比失咗個波，一攞咗個波就即刻可以反擊啦。呢一場波夠曬刺激啊！失咗波就梗要即刻反擊啦，形勢又有變啦。好似專心踢波繼續。而家會點咧？巴塞踢法，呢球点咧？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少少，俾啲压力佢，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咁啲人要少讲嘢啦，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个波传咗去侧翼啦。乜球？过石机，呢个似犯规喎！啊，系啦，球正吹咗啦。系都冇嚇，冇到波啦，冇冇犯規啊！冇啊，呢個犯就我哋穿過咗中路，哇！佢都跑咗好遠下咯喎！哎呀，始終都係技術粗糙。過石機好快咁向前傳，向右翼傳出，試下呃埋去啦。好機會啊！個攻勢咧都組織得唔錯，但係攔咗尾啊！最衰睇多次啊！呢個過頭波有翻咁上水平先俾得出嘅，可惜入唔到波。追都追唔到啊！真唔知點踢。一打和平啦，起場八強比賽。罗伯利云道夫斯基攞到波啦，想要个波，个波又嚟唔到，过唔到呢个中场。高空传球，仲有啲啊，佢想斩啊！球正吹鸡，上半场够钟啦，正喺上半场都有四个入波睇啦，但系下半场会发展成点啦？好，開
開波。波蘭準備開始下半場嘅賽事。呢個 Selinski 係好似係拿波利，係拿波利嘅中場。羅伯利雲杜夫斯基。咦，防線有個漏洞喎、啊。中地带住个波攻上去，射可以解围啊！身形占优啊！空间嘅下线啊，梁振邦俾到罗伯特，控制好，而家一个准备要射啦、啊！辛辛苦苦啊追个波翻嚟，不过最尾又塌咗 Q。真系呢球真系呢种俾波啊，够晒效率啦吓！不过可以再做好啲。阿力士一个转身怼前，华威啊，佢一弹。其实我不会赢这个双塔其中一塔罗伯利云杜夫斯基很烦的夫斯基哇这些就叫抛滑了夫斯基想一讲罗伯利云快速进攻啊回去右翼道身形占优啊！哎呀，我呢个出波，直接长传，俾啲压力佢，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好快起到脚啦！压出上前啦，呢度射得。罗伯利云杜夫斯基这下出矛招被人捉到了抢啊抢啊抢哇这些就叫 power 了基力克出脚抢回个波攻得麻麻防线又踢得好可以说没什么进展有什么点啊有什么身形占优啊阿浩房踢得好好、啊、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脚射门啦，埋门嗰下啦，入咗网啊！呢个波入咗啦，哎，攞到领先嘅一球，3-2，呢下够晒乖巧，效果仲唔错添。嗱，咁近距离咁样笠死对手啦，真系要好冷静先得。你都知啊，佢又做得到啦。坐迪啊，坐迪喺度变波，三角。然之後，阿力士一貼啊，輕輕一踢，甩過咗守門員，阿比昂自己，哇！呢球腳嘅嘢啦，而沙比阿朗素射阿力士呢球射得好，唔係唔係，真係波皮嗰啲嚟嘅，唔係比斯斯基。罗伯利云杜夫斯基，佢就应该有好啲嘅选择嘅。不过我哋喺侧边睇啦吓，同落场踢咧又系两回事嚟嘅。传到去侧翼，出唔出到脚咧？个波甩咗出嚟啦，射佢嚟啦，领先两粒啦，松口气啦，十分轻松。佢啊真系夠曬機警啊！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係咪？嗱，夠膽冒險咪有咁嘅機會咯。冇乜問題，應該。啊，睇嚟要用一用人啊，再突然啊，唔缺。無咪都係一樣。林卡林，林卡林都係一個好選擇。后备席有动静喎，睇嚟啊换人啦，佢完成今场波嘅任务啦，出场咧去到场边嘅时候，就好多观众为佢拍手掌啊！啊，佢呢场波睇得好落力喎，踢到而家都应该系几攰噶啦，系时候换人啦。领先住两球波嚟踢，对手要翻身都唔系咁易喎。嗰啲打力真系好好咯，我觉得。巴拉斯塞高斯基吊高个波，个波出界啦。勁細聲，收套。
我一間會出去搞嘅，因為我教個評述教得太曬曬，我冇辦法擺喺嗰個麥隔離。我或者熄咗個評述，或者熄細啲咯。一間完咗呢場搞搞。而家可以反擊啦！始終都係用 PS4 內置嗰個咧，咁都冇乜點得，冇得點教咯。我唔係博電腦嗰啲。不過佢唔使幾耐咧，相信就咁樣應該清晰好多。有機會突破，傳個波入嚟，一個高波過頭，入到嚟啦，射啦！哎呀，做得細大爭，完全收手啊！領先三球啦，連睇都冇得追啊！徐德瑞，值得欣賞咧，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啦，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啊！一級你啦，呢下攻教練呢一個換人再做啱啊！是艾力斯有成長，後備上就有咁嘅着數啊！其他人徐德瑞最輕鬆嘅事，讀不讀換得啱啊！罗伯利云道夫斯基攞到波啦，但系冇事，真系冇事。反击啦，呢个直线靓啊！罗伯托个直线嚟啦，会出到个波啊！后场顶呢个波，哇！得手啦，大炒波啦，好似饮佢哋踢咁，大炒大炒大炒，无论传嗰脚同埋顶嗰下都系完美嘅。呢、這個波咧，佢頂得係好硬嘅，所以咧能夠控制到入波嗰個方向。龍門完全冇得救。睇多次咧，呢個出波幾靚。第三個入波，今場波個最佳球員都怕只係佢啦啩。都冇得救。哇！好耐冇睇過啲咁出色嘅表現啦，簡直係一個人踢曬成隊波嘅，對手冇人阻止到佢。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有機會突破。哎呀，好可惜。巴拉斯塞高斯基。試下長傳，截得好。羅伯利雲道夫斯基攞到波啦！哇！大鑊啊！大鑊啊！大鑊！羅伯利雲道夫斯基，要輸啊！呢啲羅伯利雲道夫斯基射入，靚波啊！道利雲夫斯基射入喺嗰個位置，真係點射都唔會失噶啦，簡單過頭啊！呢啲咁中意起腳射門嘅球員啦，我真係中意變咗啦！後防咁唔小心，咪要付出代價啦！又冇計啊，港隊。應該仲有一個換人名額，換埋俾啲人試下啦。黃子豪好似冇點踢，有單嚟嘅，全部都要換人啦。有球員啊，等緊出場。嗱，要讚咧，佢嘅意志力應該幾好嘅。不過咧，有心無力啦，教練換佢落嚟都啱嘅啦。快啲！波蘭橫睇掂睇都冇乜機會咯，不過都唔好輸得咁肉酸啦，係咪？靚波，呢個攔截真係靚啊！哇，好明顯係犯規啊！球證諗都唔使諗啊！上次咧，上睇嚟都要俾牌㗎啦，就當威納基鏟入咗一球，咁我球球都咁樣犯規啊！反正鏟唔中就攞個黃牌。大事發生！守門員大腳斬出去，球證睇一個標之後就吹雞完場啦。嗱，距離冠軍咧仲有兩步啊！我睇好呢隊嘅。Kimman 波啊睇完啦，有乜睇法先？哇，真係爆大冷喎！我原本覺得呢兩隊實力咧係爭好遠嘅，結果證明紙上談兵唔係一切。非常強勁嘅表現。艾力斯嘅就當然係 MVP 啊！佢對阿根廷啊，唔錯唔錯，要出一出去先，儲存咗先。
姓任啊，任豪。一兩搞就咁啦，應該好好多。冇辦法，依家我支麥因為用嗰啲普通電話啲麥。入翻去繼續我哋嘅世界盃之旅啊！打到世界盃，攞到世界盃為止。新啲嗰、那個呢、這個，重新嚟過啦，我校細聲咗噶啦啲嘢，應該會好好多。對美斯啦喎要。咁啊，要出林家偉、劉學明啊、劉學明啊、陳家豪嗰啲都 fit 啊。陳家豪啊，可以出。陳家豪狀態升嘅。其實都幾奇怪的，他入完很多球都不會升的，那些狀態奇奇怪怪的。好，就這樣啦，對啦，沒什麼太大特別啦，寶蓮奴可能試一下出啦，坐定休息一下啦。陳家豪正選上陣，球場睇下咩球場啦？呢個係唔知咩球場，球衣就唔使換啦。對面就哇強陣，富利斯摩利後防，奧達文迪洛河、馬簡道、馬斯查蘭路、碧利亞、碧利亞應該係咁譯啊，大巴拿、美斯。亞古路同埋希古恩，咁啊嚟了啦，唔等啦，嗱嗱聲攞完個冠軍就搞掂啦。各位觀眾，歡迎嚟到河岸球場，咁啊位於巴西嘅亞雷格里港啊，係國際體育會嘅主場嚟噶。喂，大家好，我是吳家謙，咁啊再介紹埋我今日嘅拍檔啦，就係、是、我身邊嘅 key man。喂，家謙唔使介紹啦，大家咁熟啦，係咪？呢場波咧，我真係好期待喎。咁啊，係呢個四強嘅比賽啊！嚟啦！哇，咁快啊！對阿根廷啊！香港對阿根廷平時表演賽就睇得多啦。好，而家一個傳球，有機會射啊！真實世界盃就應該未睇過。執到雞咧！哎呦，入波啦！入咗啊！呢、這個波，詹士麥基係喎，咁快入波，一定俾到好大壓力對手啦。keep 住積極搶攻啦！佢呢一球啊，勝在反應快啊！無論你係唔係前鋒都好啦，大家都要預計咧，龍門係有機會咧係接唔實咁跌翻出嚟噶嘛。是但，一落到自己面前，算啦，當我冇講嘢。哇！神奇。頂級超長喺咁重要嘅比賽，第一個入波亦都特別重要嘅。美斯位腳直線，冇越位，好難守，有機會射啦！呢下射門都真係渣渣地啊！個波攞得咁靚嚟計咧，梗係以為佢最後嗰腳會射得好靚啦。好難守啊！真係阿根廷始終個攻線真係好強勁，好難踢。角球都應該夠頂嘅，矮仔多。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
上，再彈翻落，佢空曬，好似咁樣啊！林家華，咁快就領先兩球，之後睇翻都入多幾球啊！我整得會唔會四球都係大炒兒嚟啊？啊，入得好啊！成個動作都好流暢啊！林家豪舉曬手指功，咁真係兩波嚟呢個。撞兩撞，都唔係撞兩撞，撞咗好多撞，跟住就傳翻俾嘉偉，射翻個遠處射啦。領先兩球，睇嚟今日好大機會爆冷啊！搞掂。係，雖然時間啊剩低好多啊，不過輸緊嘅呢班球星咧，如果唔想俾人話命大於實啦嚇，就要加多把勁啦。不嬲，香港隊都係世紀強隊，身形佔優啊！波飛咗出嚟，邊個會追到先？教練啊，依家馬斯查蘭奴、比基利亞、教練撩高個波，即刻呢個外側傳球唔多掂喎，杯都贏埋翻嚟。比基利亞結果就係冇結果啦。世界級嘅教練就世界級嘅球員，哎呀，呢下就唔世界級啦。爭咗啲啦！守門員大腳斬出去，呢球波過唔到啦！有機會突破，腳法真係好啊！俾多下，哎呀甩咗，有冇得攞翻？得唔得先？個波甩咗出嚟啦！王威攞唔攞翻？唔緊我都得。攞到個界外球。起脚，个波落正喺佢前面啊！呢球波真系应该入噶，攞呢球波真系攞到靓晒噶啦，射波啊争少少，咁样都唔入，空门咁就角度系窄咗啲，但系喂至少中笼啦，中笼咪有啊呢球，唔知做乜。希古恩，希古恩过到啦，过到啦，射佢啦！哎呀，中外传呢球真系可惜，出界个波攞得靓啦，吓、哎、可惜啊，入唔到。一对六十平均六十数值嘅球队喺呢个四强世界杯赢阿根廷2-0。库尼斯摩利两边都追住个波啊，攞住个波。好强力，有得射，好机会啊！王威搞掂啦，世界杯神射手，领先三球啦，点睇都冇得追啊！佢即瞬间转移，我跑向中圈喺嗰一个位置，真系冇乜可能射失啦。庆祝过就系呢个波系射得靓嘅，不过咧都要赞下比波佢嘅队友啊！3-0啦，呢场波越嚟越一面倒，搭雪柜啦，场波。美斯、阿古魯、希古恩、希古恩，哇！呢啲就叫拋華啦。我淨係識輕輕撩高個波，王威叫做暫時解除威脅啦。浪高個波，烏龍，哎呀，爭少少。比基利亚、保罗大班拿、阿古路而家攞住个波，唉、哎，是但俾过我都掂啊！希古恩第一啊，即刻！旁征啊，判越位喎、哦，越位啊！越位呢啲嘢咧，即系唔好话业余啦，专业都未必睇得出。哇！佢真系啱啱打咗个仔一磅出嚟，16号。巧妙嘅传球啊！我直线嚟啦，跳高一跳，嗱有时就系咁噶啦，难嘅嘢啊做到，简单嘅反而啊炒粉。唔系啊嘛，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唔好问我点解啊，问佢啊。
意識唔錯啊！即係撞兩腳彈前，絕望。而家可以反擊啦！哎呀，撳咗成波。我覺得佢自私咗啲咯，明明旁邊仲有咁多隊友。係楊積斯嚟攞唔到，向住側翼傳出，邊路發威？比斯呢球波擋得好啊！回俾龙变咗咁鬼大力嘅，唔知点解。马斯查兰奴系界外球，呢个直线靓啊！成份俾人撞开咗，阿根廷咁都犯规，唔系话打个喊路犯规。连前锋咧都翻翻去后场度帮波啊！四强赛而家踢完一半啦，话就话净系踢咗半场啫，不过睇嚟下半场咧都唔会有太多分别噶啦。啱啊！喂，睇完上半场觉得点啊？直接宣布投降啦！我瞓着咗都赢唔到啊！因为对手下半场一定会反攻啊！亚军停啊，连亚军都攞唔到。半场领先3-0，我估佢哋赛前咧都冇谂到咁顺利嘅。应该决赛就对西班牙啊，嚟到下半场啦，国句强队啊，最后一战。而家会点咧？嚟啦！哎呀，攞唔到，可以解围啊！哎呀，试下呃埋佢啦！有冇啊？有冇啊？防守嘅表现真系好啊！犯规，球正判罚球啊！球球都要铲落去噶，球正系俾咗黄牌佢，都攞咗好多。黄牌啊，场场都有咁滞。保罗大班啊，马斯查兰奴，俾啲压力佢，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传埋去中路。头先真系牙烟啊！传翻去转头，太有势。呢个似犯规喎！啊，系啦，球正吹咗啦。冇红牌啊！会唔会跌咗？点抗议都冇用啦！佢队波而家要踢小果。牌喎，冇问题啦。王威出亚历士出嚟，赢入对波。比斯边个球？亚古路而家攞住个波。太依赖比基尼亚，系个体系啊，根本就哇，呢就叫抛滑啦。卢祖落河，传个波入嚟，好脚法喎。即使你远锋大班，大班牙癫晒神啊，喺度阵紧。阿根廷个阵应该系打晒班啊，拉散咗条防线，呢个拦截真系靓啊！两个观众。李斯同拉巴尔攻三隻中锋，跟住攞五隻走咁样，试下呃埋去啦！唔好搞咁嘅阵式，唔好搞嘅，哇！咁讲嘅呢个库尼斯摩利好快咁向前传，打到咧，我飞波，做乜？将个波就传去边？呢下睇嚟似犯规，系啦，唔错啦，球正就吹鸡啦，球正就同你搞咁多嘢啦，俾张牌你。教练而家头痛啦，个战术睇嚟又要执执佢啊！打少两个啊，依家67分钟会唔会有暗涌啊？得保连奴一个喺度，睇嚟要争亚历士啦。下场冇麦基，冇要换人啦，有球员啊等紧出场。咁大镬啦，冇人换。卢祖直接长传，奥达文迪，保罗大班啊，好巧妙嘅传送啊！担心，比斯，但系呢个走位咧，时间把握得好啊！
希古恩，个波传咗去侧翼啦，界外球啦，好彩。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个波传向左翼，身形占优啊！个波甩咗出嚟，向右翼传出。哎呀，艾力士谂住担咗身位，跟住即刻射，但可惜差啲啲。希古恩高空传球，冇啦，冇晒陈家豪，直接飞去个龙门只手度嘅，直接长传。啊，后防踢得好好、啊、完全唔俾佢咧转身起脚射门啦。好，而家一个传球，有机会入波。哎呀，林振波失望啊！嗱，虽然呢个波唔入咋，不过反击咧好明显系佢哋呢队波嘅杀手锏啊！对面应该换咗边个？唔知换咗边个有嘅，唔系啊！好中場，場邊有動靜喎、哦，係啦，準備換人啦。啊，呢、這個決定咧又唔錯，喺冇咩壓力嘅情況之下咧，俾啲年輕球員上陣，可以累積一下啲比賽經驗。希古恩，好守得好好啊！係啊，係啊，係啊！真的好波啊！俾佢捉晒路啊！马斯查兰奴向前传出，奥达文迪，奥达文迪浪高呢个波，话个波唔离脚嘅，守住守住守住，口吹，天书顶得麻麻地。阿根廷真系阿根廷。唔係阿根廷，係阿根都攞唔到。我攞冠軍。界外球啊！比基連啊！守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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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書。比基連啊！為腳直線。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打少兩個依家，因為好打少兩個。太猛了，射啦！保罗大班啊，弹翻出嚟，搞掂啦！比赛到此为止，唔识球。决赛系赢到开行，睇怕决赛嗰阵时信心会更加够啊 ！Kimman， 大家平头先场波咧，喺呢啲一场波嘅准决赛里边咧，其实运气啊真系好紧要。不过今日呢队波只能够赢咧，我觉得佢除咗运气之外，其实佢成队波打得系好团结。佢將會對德國，好最後一戰啦，打埋佢就可以攞呢個冠軍啦。對面一定是強到不能再強的強陣，又沒有麥基，沒有王威，羅素啊，出來踢啦，即斯利、唐建文啦，劉學明啊，整隊你啊，換曬成隊都踢得到啊！
都冇辦法㗎啦，係要咁踢，都冇人換嘅啦。球場係唔知咩球場，波衫啱㗎啦，系統設定，搞細聲啲咧，真係冇喎，算啦，最後一場比賽。決賽嚟到終極決賽，最後兩隊邊隊會贏呢？決賽啦，決賽都係個咁噏噏嘅場好踢嘅啫。咁呢個杯咧，就大家幻想下係世界盃啦。都是有波嘅啫，都是金色啊，是但啦。咁德國嗰件波衫啊，新款嚟嘅喎，但係佢冇咗中間心口嗰個免死金牌嘅。睇曬啦，決賽難得，咁啊由德國對香港，香港嘅爭奪呢個世界盃嘅冠軍啊！咁啊寫咗啲唔知咩文，我都睇唔明。觀眾席上嘅球迷為國歌起立。咩国歌？我想知道香港播咩国歌？呢、這个应该系德国国歌啦。老师眯埋咗只眼。先喺香港系冇国歌噶，取消咗。咁啊，播翻首呢、這个《海阔天空》啦。对面嘅哇，都系非常强阵啊！虽然德国是但出都好劲啊，奥斯打边啊，马里奥国斯同沙尼都有正选。我呢隊香港隊都作出唔少輪換啦，王威已經今場決賽會點樣咧？已經係唔成射手。作為觀眾咧，我哋梗係希望睇到啲娛樂性高啲嘅賽事啦。但係球員咧難免會怕輸嘅，所以好難唔緊張啊。強奧斯捧到呢個大力神杯。新尼。咦，防線有個漏洞喎、啊，呢球波過唔到啦，咁又似犯規喎，啊係啦、啊，球直吹咗啦，睇多次，咁都犯規，過斯。输晒噶啦，反嚟都系放中场。托马士贝纳守得好啊，完全闩晒道闸。新尼贝纳顶住啊，省钱。喂，機會嚟咯！哇，想隔硬過人？哎呀，呢邊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咗。好機會啊！冇越位嘅，梅納。哇，好難踢啦！呢場比賽，試下壓埋去啦。始終香港連。好多決賽都冇踢過，揾唔揾到機會起？喂，餐屎啊！哇，入波啦！入波！呢一個係咪個好開始咧？嗱，值得欣賞咧，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啦，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啊嘛！
喺咁重要嘅比賽，第一個入波亦都特別重要嘅。啲人話決賽邊個最好波喎？入波嗰個咪最好波咯。啱啊，一定係最好波。而家會點咧 ？MVP 啊！巧妙嘅傳球啊，截走個波啦。睇嚟就似有機會，不過就俾人阻止咗。新尼卻奧斯慢慢逼㗎，葛斯湯馬士梅拿攞到波啦。哎呀，撳錯掣，隨緊碎咁追埋，算好嘥氣。守門員大腳斬出去，俾啲壓力佢，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葛斯、湯馬士梅拿身形佔優啊，兩隊都好似冇乜幹勁咁。好，而家一個傳球截咗啲球波啦，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呢、這個直線靚啊，睇你呢下啦！哎呀，想話試下玩下怪巧啊，只不過就爭些少。咪就係猶豫咗少少咯，可能射波嗰一刻諗唔清楚點做。向右翼傳出，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輕輕撩高個波，穿過去啦，有機會射佢啦。守門員救得靚啊！呢個波救落嚟啊，睇落好似好易啊，其實真係唔簡單嘅。哇，好跳得啊！再嚟多次，入球出現，領先兩球送曬啦。佢呢一球啊，勝在反應快啊！有啲人話個龍門咧表現咧時好時壞嘅喎，今日肯定係唔好嘅啦。非常靚嘅球波，好練咯，好練啊，好練啊！嚟多次啦，今日都已經好啦。咁呢個應該係睇多次啦。丹尼頂啊！達斯都係跟撲出。呢個第二球咧，對兩隊感覺都差好遠啦。落後嗰隊慘啦，好大壓力啊，要追多球啊。領先嗰隊望住想入第三球。德國啊，都唔係咩對手。撩高個波，葛斯。這個直線靚啊！湯馬士梅拿，諗住個波傳向左翼，轉身防守，向前傳出，這個攔截真係靚啊！球證明釘，呢一場精彩嘅決賽啊，經已踢咗一半啦噃。決賽踢完半場啦，喂，點睇啊？而家領先緊啊，梗係好踢啦。咁下半場咧，覺得佢哋會喺初段嘗試入多個波嘅。如果入唔到咧，應該會死守。入波啊，一個接一個，兩隊咧暫時相差兩球。攻到咪入咯。嚟到下半場啦，贏兩球都夠啦。決賽唔可以贏太多。新尼呢個位試下落腳。卻奧斯將個波分去邊啊？個波飛出嚟，球證判罰球。嚇、啊！罰球。咁都罰球啊？交俾隊友。唔攞嘅，
浪高个波，新尼试下接应啦。汤马士梅拿攞到波啦，分去右翼度，怼个横传，传咗过去，好面啊！咦，解除危机啦！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下次要俾好啲至得。嗱，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啊，咁所以对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哇，呢啲就叫 power 啦！呢球波挡得好啊！好，而家一个传球，一脚踢走呢个波。相信都轻松取胜喺呢个决赛。汤马士梅纳向右翼传出，试下握埋去啦。呢球点咧？又入一球啊！胜负已分啊！好似气氛。宝莲奴 hat-trick 嗱，佢哋喺中场失咗个波之后咧，好似突然之间唔知点做，冇晒反应嘅，咁啊眼白白睇住个波入网啦。第三个入波，今场波个最佳球员都怕只系佢啦啩？真系冇人 mark 到佢咁，每次攞到个波咧，都好似可以入波咁嘅。三比零啦，呢场波越嚟越一面倒。界外球，足球强国都得。上边系有动静，系啦，准备换人啦。呢个时候换啲有气有力嘅球员入嚟都好啱数嘅。汤马士梅拿攞到波啦，好，而家一个传球，向住侧翼。解围做得不错，好嘢！一失咗啊，即刻攞得翻。回传失咗啊！呢下 lock 错咗人。汤马士梅纳个斯攞到波啦，舒荷尔尼一个靓波，佢越咗位啦。越位呢啲嘢咧，即系唔好话业余啦，专业都未必睇得出。后备席有动静，看来是换人了。这个决定又不错，在没什么压力的情况之下，给些年轻球员上阵，可以累积一些比赛经验。梅斯达菲抢回个球回来了，过斯，哇，相当巧妙的传球，舒荷尔尼，汤马士梅纳，被人捉到越位了。好彩越咗位，哇！真系越咗个膝头哥啊！我觉得佢自私咗啲咯，明明旁边仲有咁多队友，林家华贪心。他们的防守是真的没得谈啊，舒荷尔尼力量够啊，无论是入定不入啊，我想球迷都很喜欢看到球员这样去突破个防线的。哇，飞起了，出矛招被人捉到了，罚球啊，看来都要比牌的了，是的，没错。妈，他们是夺冠啊！哇，个波好似装咗自动导航咁啊，咁准嘅！呢个直线靓啊！
好，传到俾个目标啦。龙门嘅想斩尾柱，但系变咗斩翻俾佐迪。过斯，小姆斯，奥斯尔。喂，冇紧时噶啦，呢、這个机会唔嘥得噶，快速进攻啊！截得好，哎呀，唉，真系嘥咗个波，我会买咗一个啦。咁陈家豪嘅前锋啦。就咁啦，系界外球啦，要换人啦，有球员啊等紧出场。啊，今日佢踢得系好落力噶，所以咪搞到而家冇咩体力咯。陈家豪，睇下有冇办法掂到佢脚波。舒赫尔尼跳高一跳，顶得麻麻地。而彭辉的中锋啦，过斯啱啱先话失咗波，话口未完就立翻翻嚟啦，毫无疑问啦，一定犯规。走先，仲要走嘅。呢度冇办法啦，应该要收张牌啦。头先嗰下碰撞真系几狠下。嗱，呢个犯规咧，其实真系睇落都冇乜必要嘅。可能佢会觉得阿球证好严咯，但根本上你就唔应该犯规。汤马士梅拿攞到波啦，叶鸿辉，哇，撞得靓，过到啦，过到啦，单对单啊！哎呀，大有完场啦！非常重要的时刻啊，他们准备去换啦。这一刻相信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香港队攞呢个世界杯冠军，都系好想感受呢一啲时刻啊，非常之光荣啊！叶鸿辉啊，着住球员嘅手轮换嘅波衫。香港队就攞到世界杯啦，科拉米杯啊！咁啊，比利时啊攞埋第三位，非常精彩嘅比赛，基本上全胜咁滞。冠军香港，首先小组赛啦，输咗一场，淘汰赛一路大炒。炒落去决赛入球唔使问啦，一定系王威入十球啊！麦基四球，佐迪四球，艾力斯三球，保连奴三球。助攻方面咧，佐迪有七球系助攻王。就冤啦，因为就。已经攞到呢个冠军啊！用呢个香港队击败咗重重嘅对手，咁就今日系咁多先啦。之后可能挑战我哋更加高难度，可能教到可能佢尾第二难咯，或者最难嗰一级，睇下我哋可以走到几远啦。可能听日再开台，再见，拜拜。